八修加上一个3500辅助技能，强壮神速再加1200师门技能啊，全满不用看，限量祥瑞啊，有天使，先从上面第一个看，俩牛啊，400，四不像240啊，这俩700啊，猪猪小侠200，地江500，玉指200，粉红200，飞天200，独角马400，海豚500，900加4001300，熊猫团子500，兔子200，天使猪猪最后看有没有搭配，再加200啊，血魄再加200，魅灵的话再加500，血魄再加200，古龙再加500，七彩小驴再加200，号的底子东西挺全啊，就怕一顿操作猛如虎以后没有锦衣，再加2000。锦衣的话，兔子200啊，360，翻版1250。泳圈的话1000，雨仙哥360啊，他很多锦衣还染色的了。肉梦算过了，这个雪眸影360啊，新的他还没买。天使猪猪再给他加上10000，加360，加360啊，再加1000，加1250，加360，加360，加200，再加2000。再加200，再加500，再加200，再加500，再加200，加200啊，加200，加500，加1300，加500，加400，加200，加200，再加200，再加500，再加200，再加700，加240，再加400，再加1200啊，再加3500，这号肯定还有神器的啊。神器又弄是金药和利金啊，神器的话3级的白板，金药的利金2级的天平，神器的话差不多是5000块钱啊。32930啊，陈吉哥帽子精青，防御的话是59加6，60多啊，帽子的话12000差不多，罗汉的话是138再加8，罗汉项链没熔炼好啊，12000。腰带的话竟然只是一个传统的愤怒，没有特技，3000。鞋子的话流云啊，敏捷41，防御73，1600。衣服的话185凝滞啊，衣服的话应该能卖上6500啊，衣服的话属性很高，双加也很高。衣服是好衣服，武器的话有点垃圾啊，双加不高呢，伤害也不高，只有了个实弹宝石1300啊，任务的装备就不给你算了。笑里藏刀的鞋子啊，1600。零式的话九段行为石啊，这18000。七层的箭步的话再卖上个3000。啊，这个的话是13000啊，再加3000。啊，这个零式的话速度狂暴，封印狂暴，速度24，再加35000啊。35000的话再加500。500有点不够，800啊。这个零式的话再给了个35000有点不够，37000啊。这灵士怎么这么强啊，10段大灵士，左边的话4速度2封印还打了10段啊，门派是天宫，还有3格挡，有钢板属性，猥琐的 EB， 平时还有任务的魔属性啊。看看这个啊，左边星辉石都打到10万的号啊，宝宝呢，宝宝我感觉一般般吧啊，宝宝的这出其不意的画魂有点屌，一直吊打所有啊，这只宝宝死亡法王没有成品金幺零，给他算上个13000啊。现在死亡法王没有以前那么值钱了，因为法王死亡受爵价格下来了。电文闪的宝宝，这只宝宝造型还有点个性，金金10了，对吧？啊，能卖个8000。宝宝装备51加20，宝宝装备陈尼哥有点菜啊，有点菜。这只宝宝的话，给他一个13000。这只12技能的话也就是一个20000啊，因为资质太差了。你的宝宝怎么玩的像个新区的一样呢，宝宝装备这是80啊，能卖上一个2000多，这个是80，这是一个80多，三件宝宝装备能卖上6000。力皮9技能，力皮壁垒带高神啊，幸运没有，冥思没有，幸运冥思只能选一个，选择冥思啊，能出手能续航最关键。嗯，资质，这只资质好，就是成长比较低。
这只的话有名思啊，这只八技能完美技能了啊，就八技能也就变成这样立 PB 了，双子也可以，13000给的有点高，10000吧啊，75啊，7479再给他一个3000加耐虚啊，大法幸运反震啊，没有招架，房子还可以，这只宝宝的话现在耐虚也拉了啊，10000，这只宝宝有点屌啊，这只宝宝45000能买到吗？这只宝宝比整体其他所有的宝宝高了个档次，像这种高一个档次的很有可能是野生啊，而且这只宝宝神级还有用。哎呀，这只宝宝45000有点下不来啊，55000化魂啊，因为而且这只宝宝55000可能还能卖，还能再多一点啊。这只宝宝金鸡法爆的造型个性的12000啊。这只法子也可以12000啊，这种都是完美技能的化魂，只是没有出其不意而已。高防加驱鬼化魂，宝宝装备的话还能卖上一个4000啊，这只宝宝3000到4000的宝宝装备啊，这只宝宝给了个8000。这是群雄逐鹿大概多少强的选手？加12000，加55000，加10000，128强，加3000，再加10000，再加27000，再加6000，再加20000，加13000啊！这起码是个 PK 号啊，比天地号还是高很多的。毕竟一个时段的大灵士往那一立啊。16000加33000啊，加12000，再加12000，再加39320啊，378830，378830。